老板，我回来了。那你鸟，我们都打到第三阶段了，已经没有位置了，老板。我们已经准备要吃网，都排好了啦。对啊，看到怎么贿赂啊，来啊。要多少赚啊？你看。来吧，那我只好给他一件虚无套装。虚无套装，我出去，我看现实的家伙，只要这样子啊。弟弟，你赶快进来，我出去了。哦，好。来啊，进来啊，海鬼进来啊。记得要给人家虚无。好啊，敢百姓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丁丁是个渣男，真的，他是名副其实的渣男。什么东西？他是左手牵着一个，然后右手摸着一个，嘴巴亲着一个，心里还想着另一个。哇，你这个污蔑太大了。我们第一次看这只王啊，我没进来过啊。绝对王者的旷野，会不会有敌人进来？会不会打一打，突然有敌人进来？我看他被打会痛不痛？我靠，被他秒杀！哇塞！不要，我死了！哎，两下就秒人哎，这个王有点扯。好痛！龙个毛线！怎么死去？这次玩我们第一次打，哎，不知道那么强，哎，哎，会死吗？会死吗？会！哎，阵亡啦！哎，那龙卷风是不能碰啊！我靠，还沉默。欸，他还会放毒欸，我觉得我们吃不掉蛮正常的。你放屁啊，你干嘛看到我们的战力他们全服排第几名啊，干。我们是平均战力高啊。你妈啊，那个是前三十名战力的。好，都墓碑了，欸，小怪。我去打那只沼泽什么鬼东西的。哎，看小怪跟鬼一样，啊！我要死了。哎，那个沼泽怪物那只要先打，还放毒，毒超痛。来，闪电。它的范围好大，闪电石。啊，这个晕也晕太久了吧！欸，小怪出，沼泽。剩闪电魔法师。沼泽出喽！沼泽死。我靠！啊，疯的会招龙卷风啊，沼泽会放毒啊，借窗半血，他在毒上面，小怪出，哇塞啦，龙卷风。他招上龙卷风啊！
按到飞。我靠，现在紧张到我都不敢去喝东西啊！只要一离开画面就会被秒杀。哇，错赛！错赛啦！错赛了！哇，被戏呀！欸，他到现在都还没狂暴欸。闪掉！哇，一堆人被秒杀。小怪来了，闪电的东方主理，东方主理闪电，风之魔法师我们赢走了。魔法师，你按那个感知叫闪电的魔法师，来逃得死。龙卷风正在打，然后他只能造纸鱼，剑收油加小鱼，这几只就是从头到尾一直打爆。哇！我操！哇，卖啦！哇，操你的！哎，看球他妈啦，又吹又震又晕又缓又绑，原地被接死哎、欸，然后又沉默，死到怀疑人生哎、欸，这只王。抓紧打王好了。蛮稳的吧，看起来。没有，他是刺客哪来的？哎，暴走了，他狂暴了。抓塞，抓塞啦，又秒杀。有那个风，他会把人家弹起来，然后就死在原地了。我在打风。靠呗！我把麦关掉好了。我实在不敢喊，说我被他普攻打死，这么丢脸的事情，这么可耻的东西，我怎么讲得出口？不讲了，把麦克风关掉。靠！我先认真打，刚刚一直分心啊，我不能再死了。好，从现在开始，绝对不会再死。不会死，云三小。他的 buff 是什么？狂暴化全部加20%速度。哇塞喽！哇，他开始疯狂的闪电，垂死挣扎的龙。无敌立刻开，绝不迟疑。完，这个一被龙卷风炸到就没了。哎呀，死一堆人！哇塞！还好我立刻开闪招。完了，双招都 CD。他现在开始会一直乱转头去打那个直线大范围，那个被晕到就去一半。完了，跑！我靠！好，从现在开始绝对不会再死。把这只 KO 掉，我们就结束了。我跟你讲，图奇他们吃得掉，我们也可以啊。露露啦，死掉啦！成就奖励有啦，这个绝对王者的象征，哇，500,100成就点，攻击力所有伤害加3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直播先到这边啦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会喽，拜拜。